欢迎来到你好星期六总裁大会，接下来有请总裁们闪亮登场。把你的角落给我用，把你的角落给我用，所谓的我是我来说，我的风向全部都朝向看，我的都朝向看，身材也非常耐看，肌肉还非常的秀，我是精神的领袖，努力的像头野兽，新势力企业家不是先停留到实现了财富自由，你们的奢侈品赞赏我用十年歌词赚钱，你把他们当成宝贝拿出去炫，真炫，也不怎么值钱，还不如去代理头开个店，所有的收藏品全都在公司里面，我活得就像是电影而不是动画片，你见都没见过的世面，我觉得下辈子可以来体验。把你的角落给我用，把你的角落给我用，眼前是我给的承诺，为了你想要的生活用，把你的角落给我用，把你的蛋糕都给我用，任何事绝对不罢休的，所谓的我是我来秀，把你的角落给我用，把你的蛋糕都给我用，任何事绝对不罢休的，所谓的我